知唔知我喺呢个 VIP 戏院入边睇戏几钱呢？60蚊咋，唔系早场价，六点前都系60蚊啊！呢间位于葵涌嘅新戏院，七月尾先正式开业，设计行时尚工业风。戏院入面有五个影院，其中两个是 VIP 院，院入面用了梳化椅，坐落阔落又舒服。座椅的脚踏、颈枕位都可以按个人需要去调校，还有个插电位添，只需要60蚊就有 VIP 级的享受，绝对超值啊！除了 VIP 院，还有三个普通影院，一样都是行工业风。最大的影院一共有157个座位，用了 Dolby Atmos 的系统，一个影院入面有齐34组喇叭。戏院隔篱其实仲有间餐厅，开场前或者睇完戏之后都可以过嚟食噶。瞓著咗啊！睇完啦，套戲睇完啦。你係咪咁舒服啊？你走啦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